2020年9月16日，养生大师圣哲曼带着你们内在的力量前进，传导 James McConnell。 我是圣哲曼，与往常一样，很高兴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到这里，与你们在一起分享，去扩展或继续扩展你们的内在的经验，去帮助你们，去指引你们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不仅通过这个源头，这个管道，还通过许多其他管道跟你们进行这种交流，以帮助你们一起自己是谁。这就是全部，这就是你们在这里的全部目的。你们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一起你们的身份，就像你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，再次感受自己的力量，将力量带回你们体内，它一直在那里。是你们的思想，你们的大脑关闭了它，关闭了你们内在的更高意识和你们内在的上帝意识。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现在一切都回来了。我们注意到你们正在回到自己的内心，你们将回到自己的身份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回忆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，你们中的一些人瞥见了三维幻觉之外的那些经历，你们所看到的超出了幻觉，你们看到了面纱之外的景物。要是看不到，那就会感觉到他们，所以允许它出现，让它继续流过你们。不要在意现在正在你周遭糟糕的一切，这只是 3D 的体验。是的，我们知道当你们如此安住其中时，是很难从中发现自己的，但是你们不要处于它里面，同时又从属于它。你们可以过上自己的生活，但仍然可以在每天的表达中找到那些有意识的提高振动的时刻。你们有控制权，没有人会帮你们控制他们，除非你们自己允许，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降低你的振动。如果你们允许黑暗势力，如果你们允许阴谋集团继续控制你们，那其余的人类将剩下什么呢？如果他们能够控制你们其中的一些光之勇士，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宏伟计划所要达成的一切呢？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必须指明道路，你们必须指明道路。再次像我一样，当那些人如此恐惧地为这个国家，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签署独立宣言时，我挺身而出，并促使他们放弃恐惧，然后一一签名。这一天，这个国家的宪法影响重大。这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宪法，还是整个星球以及世界上所有人民的宪法，是为了我们，为了人类。这不仅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不只是为了美国，为了我们，为了人类，意味着无论种族、肤色、宗教信仰如何，都要为所有人服务。人的集体意识必须成为一，而且你们每个呼唤过这些的人，阅读或收听这些消息的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。现在指明理念的道路是你们的使命之一，但如果你们让人坚持他们想你怎么样，他们想人类怎么样的想法的话，那你们就不是理想的选择了。毫无疑问，我的朋友们，阴谋集团、黑暗势力、统治阶层，无论你们想把他们叫成什么，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在尽其所能继续控制这个星球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失去控制权，因此他们现在将一切都停顿，他们可以想到的一切办法都会付诸东流。他们只能把所有计划都提前，比原计划的要早得多得多。因此，他们的计划中有你们所说的漏洞，而联盟及那些光明力量正在努力消除这些漏洞，这样光明力量就加以利用他们的计划。那就是你们每个人现在正在做的工作，握住光，分享光。当你们重新连接这个意识网格及基督意识网格时，你们将无所不能，因为你们已接入了这个网格。你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们会意识到的，只是可能还没有而已。你们的力量就来自那个网格，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这个网格的不断建立并继续重新连接，你们内部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的原因。光在你们内心不断增长，但是不要袖手旁观，别袖手旁观，让这些力量继续与你们保持联系。因为在此，如果他们与你保持联系，那么他们就是与全人类保持联系，因为你们是整个地球上光之工作者和勇士的集合体。首先觉醒的你们，甚至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扬升的准备了，让自己成为第一波扬升的人。
让自己在这个过渡时期和扬升过程中前进，但是带着你们的所有力量，通过它，光会从你们身上散发出来。我所有的平安与爱与你们所有人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同在。啊，我们所有人的团圆马上就要来临了。